我要帮他穿耳骨，就是耳朵外耳这个耳朵这里面穿两个带环的无缝接无缝的那一种，然后他们都是来帮他助阵。啊，你在这边，你在这边，我在这边，他比较好抓，真的好抓。三号室，我先各取位置，然后要穿一个什么？因为它那个点 很小了，弄牙齿的麻醉针，你弄牙齿的麻醉针。我前几天哦，牙齿还发炎，然后又遇到过年，大家都没有开，然后我跟医生牙医的医生的时候，他给那个工具啊，这刺的那个尖尖的，我自己在等个老灰。换次不会痛，不用太担心。肿点一样。而且你看都不会留，你有没办法用很密合的针，不是用比较粗的比较好抓，可是你也留很多钱。每次是舒服，就是你如果说穿衣服的话，它激动到也没关系。啊，它的接缝是完全不明显，看得碰到接缝就整个都是一样粗的。而且那个我测试过是比较紧的。照片我再看一下，他这个可以打在上面，可以。比给你看，先比给你看，还没要穿。对，他一点要比较看，这样子。留下来，他不会跟别人在一起的。你可以再听他。你不要痛啊！他另外一只手痛。今年三月，当年春节行动。你还没穿之前，至少我们都可以感动。看到，看到。新秀选拔全新系列，三月九日星期五就在 Discovery 频道首播。我觉得就是刚刚我穿好之后就。
下面我要比比看看看起来感觉怎么样？结果你说上面是正确的，你下面的距离我觉得有点短。跟枪打的感觉不太一样哈、哦，哎呀，因为这手枪比较不会痛，所以很多人第一次闯过之后，以后的自然都手枪。还是这个要比较好、啊，比较贵比较好。前几天就是有个客人他穿肚脐洞，然后他发炎，然后。就去药房买药，他就买什么灭鼠达摩啊、金霉素啊，擦了之后还是一样化脓。然后就是我这样用我这种的，结果他已经好几天没化脓了，就快好了。你有时候他那个药剂量不够，就会让客人出现问题。看我帮他打一根，好看的。等一下我再帮他用另外一个上去。他现在比较不紧张了，很紧张。啊，你看这边都很开心。还好吗？还好，那个没关系。来这边穿洞，不要吓死自己了。就是有的客人他来给我预约穿洞，然后就是可能假设预约是明天好了，然后晚上失眠睡不着，就只往上冲来，然后都看了些可怕的影片，看一看就睡不着。我刚刚他们其实蛮想走掉。好，你头发可以，这个夹子放下来比较好看。好，你把它塞耳后。看，很美吧？然后你看我蜡烛在叫，是这时候才出来的。看我把它穿这样子，然后就帮它量过位置之后很好看。是什么感觉？就枪打跟手穿。枪打就是它是痛穿的当下，它就刺一个点的痛一下，然后过去是不太痛的。啊，枪打是可能就是打到撑开脏脏这个后面会很痛，对对对对对。哎呀，这个就是比较好，因为它是画一个小伤口，把你带过去，然后整个好了之后就好了。啊，因为我本来伤药在里面，你看都没流血。嗯。哎呀，就是这样，你就可以美美的，而且不用说再松松的带一个礼拜再换，换的时候换不过去，那个很痛苦哎。对啊，谢谢。不会。